大家好，我是 KSM，接下来介绍是凯华的 Box 精英粉爪，价格的话是五颗十六块人民币，折台币一颗十四点二元，台湾卖十五元，也是采用软橡胶的降噪方案，触底跟回弹都有做静音，压力的话是三十五克，触发在一点八毫米的位置，然后总行程是三点六毫米。 外观上是透明上盖、平光镜，轴心是粉红色的，防尘壁跟之前正方形的 BX 轴不太一样，它是做成圆形的，不过它也能装正常 x 轴键帽啦。底壳是白色的三角轴，大卡扣固定，顺滑度跟沙沙声控制都会比之前的水蜜桃轴好一点。 不过它有一点好像是弹片的杂音吧，没有弹簧音。不过这样按的话就会有一点弹簧音。静音效果感觉是水蜜桃好一点，不过水蜜桃按起来更肉啦。这个没有那么肉一点点，不过毕竟静音总还是蛮肉的。拆开。 弹簧是十四毫米的普通弹簧，然后这个就是 box 结构，然后它的 box 结构这边会有那个绿色的推杆来，就是这边轴心的小脚推这个推杆去触发里面的弹片。润滑的话，感觉是小脚跟轴心跟小脚有做润滑，然后它的轴心跟普通 X MX 轴相比很细。 小脚则是宽了一点，就做的比较宽啦，然后只有一个，因为就是去推这个推杆嘛，不像正常的弹片它是两边，而导轨上下也有做白色的橡胶来达到降噪的效果，上下都有啊，装回去。